古坑绿色隧道是云林热门景点，慈济行动环保教育车去年11月到当地展出，短短五天内吸引3000多人参访。群策群力啊，这个和和互协来把它啊做得很圆满。慈济与县府成为共善伙伴，环保局协助志工用心规划导览，注入年轻心血，搭配外语解说更加分，深化环保教育，从小学生到大学生获益良多。从他们的这种专注聆听的表情和热情的回应，可以感受到环保的种子已经悄悄地种在他们的内心里面。云林读书会遍地开花，41场，大约400人参与。上林跟咱讲，慈悲嘛要有智慧，心中有法，拄到代志才有办法。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洗涤习气，莫忘慈济使命，传法脉，弘宗门。大爱新闻归零廖学信嘉义报道。